我是高木关列车长的109年2月13号，瑞丰红桥路6:40，小牌的是有列车通过。402次将华东线开往资本的泰鲁格之洋，准备通过，也是402次准备通过。2007年 PENU 1008将华东线开往资本。拜拜，我的402次将华东线开往资本的泰鲁格之洋，在瑞芳红桥通过。谢谢哥哥和牛长，再见。